买玩具了，买玩具了。听说超市来了一批新的奥特曼盒玩，这次会有哪一些惊喜人物呢？赶紧让我去看一下。哇，来了好多新的盒玩啊，这是第六套的奥特曼惊喜盒玩呢。这上面都是我非常喜欢的奥特曼角色。哇哦，还有赛罗，让我买两盒回去。要来结账了。两盒要花多少钱呢？哦，1000块钱，正好我带了1000块钱过来。太好了，下次我要带更多的钱来买才行。赶紧回去玩玩具喽！买玩具了，买玩具了！听说超市来了一批新的奥特曼盒玩，不快点买的话，就会被其他人买走了。哦，只剩下3盒了，卖得好快啊！我还想买5盒集成一套呢，那就把这3盒买回去吧。下次一定要来早一点，就可以把5套全都买了。要来结账了，上次买盒玩的时候没带够钱，这次我带了一张卡过来，哈哈。这样子买多少都可以刷卡了，一次性就把钱付清了，刷卡好方便啊！这个周末在家里玩玩具最开心了，赶紧回家吧。让我们来看一下迪迦奥特曼买到的2盒惊喜盒玩都是哪一些人物呢？这一次买到的是第六套的奥特曼惊喜盒玩，这里面有非常人气的赛罗奥特曼和贝利奥特曼呢。哇，好帅的赛罗奥特曼啊！赶紧让我们打开来看一下，会不会是赛罗奥特曼呢？出现了，这是一个蓝色和红色的奥特曼战士。那这是哪位奥特曼呢？太幸运了，居然是赛罗奥特曼的惊喜盒玩。让我们来看一下他的手部零部件。哇，有这么多呢，让我们来选择2个，这一个，还有一个握拳的。组装好之后，我们要来摆一个赛罗奥特曼非常帅气的战斗姿势。那你们知道赛罗奥特曼的作战姿势是怎么样的吗？完成了，看起来是不是非常的帅呢？接下来让我们赶紧来打开2盒，这里面会不会是非常人气的贝利亚呢？出现了，是一个黑色和红色的身影，还有紫色的彩色计时器。果然，这就是贝利亚。迪迦奥特曼太幸运了。接下来，让我们来看一下他的手部零部件。贝利亚的爪看起来好巨大呀。我们选择了2个爪的，组装好之后，让我们来摆一个贝利亚非常帅气的作战姿势。完成了，看起来是不是非常的酷呢？迪迦奥特曼太幸运了，买到的2盒居然是贝利亚和赛罗奥特曼的惊喜盒玩。接下来，出道奥特曼买到的3盒惊喜盒玩分别是哪3位呢？让我们来看一下这一盒。打开之后，出现了一个黄金颜色的身影。
它的彩色计时器是白色的。这会是哪一个奥特曼呢？和赛罗奥特曼长得好像啊，可是它的眼睛是红色的，中间还有一个白色的点点。让我们来看一下它的手部零部件。哇，它手上的爪也非常的巨大呢，这好像是一个坏的角色。让我们也来摆一个帅气的战斗姿势。那你们知道这位红色眼睛的赛罗奥特曼是谁吗？完成了，看起来有点可怕呢。接下来让我们来看一下这一盒，出现了，是一位奥特曼，他的彩色计时器是圆形的，和初代奥特曼长得一样呢。哎，那这是哪一位奥特曼人物呢？他的两个眼睛是黄金的颜色。让我们来看一下他的手部零部件，有这么多。组装好之后，我们来摆一个变身的姿势。看起来好帅啊，那这是哪一位奥特曼呢？最后这一包惊喜盒玩会是什么呢？哇，这里面有好多零部件啊，这个黑色的棒子是什么呢？这不是我的终极战斗仪吗？哈哈，终于被我找到了，原来这是贝利亚的武器。那你们知道这把终极战斗仪有什么能力吗？让我们来摆一个战斗的姿势。哇哦，贝利亚看上去好酷啊。接下来这一把又是谁的武器呢？这不是我的等离子火花刀吗？太好了，终于让我找到了，原来这是赛罗奥特曼的武器。那你们知道这把等离子火花刀是怎么样变成的吗？接下来这里还有一个必杀光线。哎，原来它是这位奥特曼的必杀光线呢。哇哦，好酷啊，果然奥特曼发出必杀光线的时候是最帅的。接下来这个蓝色的激光炮又是谁的武器呢？终于被我找到了，这就是我的必杀武器，它还可以装到我的计时器上面呢。这时候红色眼睛的赛罗又来攻击赛罗奥特曼，他从胸口发出了蓝色的激光炮。可恶的怪兽，看我的，想跟我打你还早两万年呢。这是什么形态？这把武器太强大了，赶紧先跑了。还是我的终极战斗仪厉害，发射必杀光线。可恶的贝利亚，看你以后还敢不敢作恶。好厉害的必杀光线啊，不好了，奥特曼太多了，下次再打吧。谢谢你用必杀光线救了我。那今天我们的奥特曼惊喜盒玩就给大家介绍到这里，更多更好玩的玩具记得订阅我们的频道，拜拜。